违样，老婆不舒服，老公怀疑在装病。我老婆很奇怪哦，一年365天，天天都不能碰。这部分也跟荷尔蒙有关系。老婆，你不拉肚子吗？我拉拉发现觉得肚子饿了。你没有听过大肠肌躁症吗？他很害怕自己去的地方没有厕所。我医生讲话，你举什么牌？装病。离婚前好像都没有这样的心情，你变成他的压力了。对，这就是答案。要录了。今天晚间9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